我之前有发过一个视频和大家说过这家店 Seven Icon， 这边也是做韩国货的，做牛仔啊，休闲啊，还有做女人味都挺不错的这家店。这家店就是南洋风啦，这家不要夸张，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做得比较杂。现在我们去另外一条街逛一下，这两家的话感觉都是炒十三行的货，这两家的吧。但是这个外套挺好看的，往这边走一下哦。这家也是有很多货，都是十三行的。这家挺有实力的，这家很多自主研发。这一家 COCO 也好多个，在红棉也有挺多店的吧，这一家 COCO。 好大的店啊，这个他家很有钱。哇，这一波圣诞色彩，这条街就人会比较多一点，这边很多衣服都是一两百啊，五六百，三四百这样子吧。哇，这家是什么风格，好久没来了，这家的风格什么都有，都有点看不懂，都是混搭，超级大胆的。哇，这家好多人啊。其实这边很多店都是有时候直播啊，穿板啊，都给客户看的。这件也很好看，今天真的好多人，看这一个也很好看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哦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